啊，事实上这种东西就是去最后整建筑新建起来之后价也出来了，你才可以大约知道你会换在什么位置。好、哦。高定啊！你拄仔你讲这个代志哦，迄以后咱爱遐一步一步才讲啦。对，先甲大家拢同意连开啊，哦，啊，然后再来讲分配比例，再要安怎分，迄个时阵再来分。对，你即摆讲这个，根本我讲没有错。即摆事情办落，就是讲迄个通风口迄个问题啦。伊拄仔你来图面看，本来恁伫对面，你知影？即摆你是毋是？啊，你无啊，刷了137人拄仔咧夹来呀，行啊看来呀，干袂使。黄线，我刚刚有讲啦，我刚刚报告过了，这个东西其实它是涉及整个通风井的长度啦，哈，跟站体的位置。那您的意见我们听到了，那我们会把这个东西跟我们的西部设计顾问公司再讨论，哈，尽量要把沿街面的部分，还是希望留给地主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希望店铺嘛。那只要通风井位置可以转，哈，可以移做调整，那当然是把比较好的位置还是要留给地主啊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质疑的啦。嘉兴工程顾问公司，他在102年的时候，你们那个西部计划花苞差点就已经是嘉兴工程顾问公司的了。那时候因咧设计东西，一阵上早的设计时阵是伫这个光石，一个光石那边嘛。后壁个走，恁拄仔恁十巷个头前遐嘛，一龙遐嘛，一龙遐，李总伫遮啦，吼，伊上清楚。啊，恁哪会甲妇女这边遮过来？啊，你即摆哪会唔煞？迄边、迄东边袂使来，刷来西边，西边袂使刷过南边吗？无可能袂煞个啦。毋呐讲拜托恁去做，哦，即地较完整个。啊，拜唔到啦，正抽签的哦，好运的着花莲鸡，歹运的着花莲花鸡，啊，拄啊废话哩。抱歉。哦，对唔对？迄个损失啦。刚才我们有讲过啦，哈，就说我们会希望啦，就是尽量地主也希望把沿街面店铺留下来嘛，只要在法规哈、哦、符合法规前提下，那我们也要我们通风井摆设也要符合我们捷运的规范嘛，是是是、哦，我们在这些都完备情况下。我们把这个设计尽量做出来。那我是觉得最基本的，我们这边在跟 DC， 就是说我们的西部顾问设计公司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告诉他，其实我们的审查意见我们都会讲，沿街面尽量的留出来给地主，通风井的部分能够再调整，我们就尽量的去调整它。是是。那尽量我，所以我是觉得说，你的声音我们听到了。那这个部分就让我们容许我们，因为基本设计现在还在做哈，做的时候我们会尽量叫他能够移的。你就去移他，好不好？跟那个科长报告一下啦，我个人是没关系啦，是吴先生提起，啊，我才讲的啦，无我管台你去放在倒位啊，我嘛无要紧，对不对？我也无一定，我吃一粒遐歹运，吼、哦，我咧头大面树，我敢正经的去顶着番仔花枝，我对我要顶着，我无定去抽着迄个飞轮机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是大众的，咱来为大家设想，啊，你即摆甲亚新讲着，阮公司参详嘛。看这个图面，我会当带刷去别里啊，莫讲伤害到这个基地位出啊点。我是用甲恁拜托的，请求恁的科长对唔对？哦，会当做的，咱就来尽量做，互这个连开案，互顺顺利利。莫讲大家到时在卖哩，有诶无诶，恁到时搁为着这个情形在卖协议架构，恁也足麻烦的啦。恁在免搁偏列预算，要偏列，你要甲协议架构钱呢？钱恁毋是爱偏预算，还搁时间搁拖。啊，阮大家拢也无一样，要拖时间。阮可无恁今年才完成，拆拆的，紧去起起的，紧去连开，啊，怎啊分咧后壁的代志？莫搁踮仔咧讲，要一平要换几平，好啦，一平要换十平啦，只有用嘴讲的哦，对不对？迄拢无莫讲遐有诶无诶，啊，着这点重点先甲处理起来，互连开顺利，赶紧落完成。甲头前排，恁即摆着伫建价嘛？哦，拄啊，哦，迄个长官你着讲建价，还未。也袂出来，所以咱也无法度，甲你伊嘛无法，你嘛无法度，甲迄个小姐搭好。哦，咱袂使乌白讲的，嘴乌白讲的开玩笑，对唔对？哦，所以这咱会当体谅。啊，你若干结出来了后，啊，迄阵协议价伊个号做分配比例的时阵，哦，科长，你就会使甲回答啊嘛。啊，你着土地较少，你哪有法度？啊，你若土地较侪，你着较侪啊。
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大家尽量，恁就甲处理好好势，处理头前甲后壁的，会当请我大家拢满意，安尼为出发点，安尼是毋是一个真好个代志，对无？大家共同圆满，阮的目的是你遮个名，好无？对不起哦，科长。谢谢。就说要讲这个通风警戒的这问题吼。阮会记了，再详细的给你做一个说明，诶，顺便各位给你讲后一个。那至于那郭小姐刚刚讲，就是说那个沿街边的那个坪数比较小那个部分哈，阮伊个建界条件里面有甲特别甲注意这个问题，一定要注意到啊，诶，欧建委欢迎就是说台北市议会召办的张议员哈，也来给我们做指导哈，让我们请张议员来跟我们。